哎，冇感受到安尼啦吼，再来甲咱妞妞姐领头啊，下一个月啦吼，啊，咱妞妞姐领甲咱的好朋友啦，新欢们过生日哦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妞妞陈杰玲，妞妞姐姐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工作大顺利，大欢喜，谢谢，谢谢，祝好人，祝好人，祝咱的好朋友，祝福今天中秋节快乐，哎，对，今天中秋节安尼啦吼，哇，今天普通是这时阵来，这时阵拢在传烤肉的用，对呀，哎呀，准备要烤肉啊，哎呀。对，那个中秋节哦，都要忙，都非常的忙碌啊，两回探亲啦，还经常还要探亲刚娘家哦，过来搞那个肉捆啊，对呀，对呀，来来，那你要跟他探亲，再过来烤肉，那边上面好食的拢烤肉啊，每天都快乐，对对对，每天想烤肉就可以烤肉，过好每天都快乐。今天今天好，喜欢那个姐姐领啊，那哦，哎，心里是彩色的啊，那种对吧？想法是彩色的啊，那种，不要把它过得很黑白。来来，刚才那个妞妞姐领了哦，好，拜拜。谢谢，那么欢迎各位观众来到这里，好，安排是卢明老师的歌曲。